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长。那我们呢？现在人在台南，对，因为上一次拍那个网咖系列，我看很多留言都说推荐我来做这个台南的电影行者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找了如哥、波火他们，我们决定来拍这一间的网咖住宿。我们现在就直接到网咖地点，他们已经在那边等我了，我们就在那边会客。到了我们这个领航者大家推荐的，我哥呢之前带我去住那个太空舱的网咖嘛，这一次邀我来住网咖的，二话不说马上答应。我讲那个预算已经是拉到最高，而且这间叫什么领航者，是不是？对，一听就很屌啊！哎，不过你们是先到了吗？对啊，你跟阿佑他们先到了嘛？啊，怎么样？包厢可能还不赖啦，还不赖，还不赖。如果半透明的偷袭，如果网咖十分，这一间你大概拿几分？十分哦，如果跟上次比的话，上次不用害怕，直接明白讲，因为这是哥哥的影片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们就直接进去看房一下，实际感受一下。为什么我杯子你要拿下给我们？装饮料啊，因为我们包厢在三楼，在三楼，走到用饮料的地方要走两分钟。走楼梯，那看来空间很大了哦。对，要走蛮远的哦。到这边还听得懂？我突然不想做二了，我们是住三楼，没差。隔壁会傻，隔壁可能会死了。305，你们可不可以等我挖个线洞啊？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里面到底有些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主机。主机里面有一些卫生纸，里面可能有别人的子孙在，一定是你用的，我才刚进来。对，然后这边呢，好凉，好舒服。哎呀，等一下他付什么？结果老板，你这个二楼的何院长，枕头，这枕头软吗？软吗？不扎实的。这是什么？棉被哦。你不要再播那个线头了，好吗？我播的。住住看，如何？安坐一个可以吗？停激动了欸，哇，这件有包个包。三弟我玉帝啊，3070，然后就是武器 i5 的，还有什么要特别介绍的？小专业的其实也没有，对，就差不多这样。对，就好，我们点成功了。干面类，这边就是它的泡面的，然后价格大概都在65上下，包厢，哦，这就是我们要的那个棉被嘛，泡面有这些，价位大概在65左右。好，不好？简餐，这样子，大家看一下，可以加饭了，自助的洗，有洗衣机呢，这边可以洗那个衣服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开了两个包厢，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，很多都是直接加人头的，对，叫我们总共费用是3400。啊，那我们就先等食物来吧，我看大家都饿得翻过去了。不赶快来吃，来吃！我们点了鸡块、小肉豆跟热狗。这鸡块量其实蛮多的，这样是几份啊？两份，这样160，是吧？还是120？刚刚鱼龙加两块。没事。所以这样，我意思说再加上去啊，两份的话，其实分量，我觉得这个价钱是可以的，合理的吧？合理的。嗯，不好吃，好的。啊，我刚刚整根加沙瓦冻。你吃什么？牛肉泡面好吃吗？他吃东西不能讲话，他从牙齿里面掉出来。我点的是那个
什么辣辣海鲜拉面。应该是这样，它东西是好吃，只是它送餐很晚，然后超慢，汤都已经没了，然后面都烂掉了。对，我们点了至少等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刚刚才发现它是整个三楼的楼层一起送。Nope。我觉得是还热的，可是我的汤很明显被拉面吸得蛮干的。然后我点的是这个青菜饭，如何？这都好吃。这边的食物撇除它送餐慢，送餐很慢之外，我觉得这边食物算是网咖系列里面，我觉得算中上的 ，CP 值算高。不贵，然后好吃，分量也很够。A few hours later， 洗澡，它是投币式的。你要一个人独自去洗澡，我要一个人独自去坐火车回高雄。可怜虫，那我比较幸福。它干湿分离，可是没有厕所。它还蛮干净的。对啊，有吗？卫生纸，然后这边有一些棉花棒啊、刮胡刀、梳子。但是这个是套那个什么头发的，然后连蓬头啊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一次这个网咖住宿，你有什么评价？我先讲这个睡觉的部分。你们看这个，昨天我讲过嘛，就是反正我不知道，我昨天在睡的时候就内心压力非常大。这个部分对，光这边我其实是有带睡觉短裤来的，可是我不敢换，因为我现在长裤嘛。然后你看我光睡觉，如果往左侧躺，手那个手就那都是陷阱。我觉得优点就是。它室外那个吸烟区，我们之前好像从来没遇过，没看到过。第二就是它冷气超级凉，你想吹几度就能吹几度。我觉得第三个优点是，我们昨天不是从二楼进那个包厢开始，那边不觉得感觉蛮漂亮的吗？对，它很有那个住宿的，可能是因为我刚好看到这一间比较差一点，但是它外面就是正一般网咖区，给人家那种感觉是真的蛮炫炮的。缺点是我们三楼啦，三楼这个。下去喝饮料，对，我们喝饮料就要超级麻烦。然后还有他洗澡的地方，我跟你讲，他那个切换很奇怪，就算了，他连蓬头也都是坏东坏西的。简而言之啊，是我这一辈子洗过最难洗的。你有吹风机吗？吹风机超级超难，我昨天那样吹哦，吹两分钟，后来受不了，我就直接在阳台那边站着给那个太阳晒，然后就干了。我想过，我以后要不要自己来开一间住宿。我等你看，我自己开，我觉得让大家爽到爆了。不管你想在里面打游戏还是打都行。一首歌怎么唱啊？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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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ittle time, 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. And when I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suddenly we just forget.